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在家自己染个头发。你看我这个头发已经三天没洗了，就是为这个染发做的准备。然后我今天要用的染发剂是我从康大买的，是施华蔻的这款68号 Chocolate Blush， 然后里面有一个Color Cream， 有一个 Application Bottle。还有一个手套，然后两个护发素，这两个护发素其中一个是今天染了发要用的，另一个是三周之后要用的。我已经换上了一个不要的衣服，然后还准备了一个大的垃圾袋，等会儿套在脖子上就可以了。在头顶上抹上了油，就怕那个染发剂沾到，然后套上了垃圾袋，现在开始准备染了。这染发膏太辣眼睛了，所以就老 Kitty 帮我染的，现在已经染完了，然后我再等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 One hour later， 让我梦回八年前。八年前怎么了？八年前我自己一个人拿本书跟这儿一坐就能坐一下午，看着这海景，看着这呼吸新鲜的空气，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好好学习。累。